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3页，283页第六行，第六行当中，从第九看起，九中间坐。我们这有一份参考资料。中是坟墓啊，常常打坐参禅，或者是念佛啊，在坟墓底下去坐，这也就是印光大师在自己小佛堂里面常常悬挂着一个死字，意思相同啊，常常想到死，这个资料里面举的例子都很好，为无常苦空之观，是佛法之出门，能令厌离三界，这比丘住于中间，常见死尸，臭烂狼藉，火烧鸟蛛，则无常不尽之想，亦得成就。是故中间坐为头陀恒也。这常常见到人死人啊，常常见到枯骨，对于修道的人带来深度的警惕，这是一桩好事情啊！因为佛法入门要看破身相啊，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要破身见，不要执着我啊，能常坐如是观，对于我执自然就淡薄了啊。念佛的人对于念佛呢就会很认真啊，求往生的心呢会很切啊，这个对于修行人有很大的好处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无常无尽观无论修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要从这个地方啊入门啊，无我啊，再就是四种见惑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错误的见解，让我们迷在六道里头啊，以为这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学佛终极的目标不是求人天福报啊，是求了生死出三界，这才是真正学佛人啊，六道生死轮回很麻烦啊，细心去观察，应当厌离啊，不再搞这些事情了啊，要把它舍弃。啊，念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成佛是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是显发圆满的心得。信德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才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不回归自信，无论怎么做。说实在话，都叫造业。啊，三善业，三善道受生；三恶业呢，这是三恶道受生，出不了六道。啊，所以这个不是佛法。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佛法是善恶两边都舍掉，舍掉是不是落空呢？不是的，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不着修善的想，没有这个念头。大乘教我们三轮体空啊，三轮第一个是无我相，这是最根本的啊，没有我。啊，第二个没有人相。第三个，所修的善法不着所修善法之相，你的心才清净呢。啊，净宗的学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人我是非。啊，比三轮体空容易修。容易成就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完成佛道啊！到那边去是学习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在这个世界，我们寿命太短。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我们不可能学习很多。达不到目标，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十法界。问题在这个地方，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你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完成道业。啊，在这个世间，我们想修学，没有善知识，好老师找不到，好的道场找不到。啊，这个就是学佛的语言不具足，很难成就。啊，极乐世界道场殊胜。老师殊胜，同参道友殊胜，很容易成就。啊，为了这些原因，我们才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啊，到极乐世界，不是贪图名闻利养，那个地方没有。啊，无非是断烦恼、消业障、成佛道而已。啊，所以常常想着死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啊，真正能放得下了。啊，第十，树下足，为比丘于中间不得道者，当知树下，思维求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生时在树下，啊，他跟树非常有缘分。啊，成道在菩提树下，讲经教学经常在树下，啊，最后圆寂了，在双树林还是在双下树下。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离树，树也有表法了。要懂得这个意思，树有根，有本，有干，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它圆满了，一样不缺了。啊，坐在树下要常常想啊，树的根是什么？是孝道啊，没有孝就没有根呐。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成佛了。啊，母亲啊，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生这么好的儿子，福报大。啊，所以他出生七天，母亲就到桃李天去了。啊，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到桃李天去享福。啊，他的姨母把他带大的，啊，就当母亲的妹妹。啊，这是根。佛成佛道之后，度他的父亲，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大孝报恩呐！啊，树有本。啊，本是主干，从
根生的，这是本。啊，本是什么呢？本代表的老师。啊，就是敬业三福里头，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所以佛法跟中国儒道都讲师承，没有老师能成就的。在经上常说，魏婴王之前可以，魏婴王之后啊不可以。啊，这是讲师承的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师承真的发生问题了。啊，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就孝道出问题了。今天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你要教他，他会提出很多问题来。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尊敬老师？啊，那么这都是受了科学的影响，科学叫人怀疑。对于父母师长还怀疑，他怎么能有成就？啊，所以这是教育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是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教孝教敬，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自己不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别人都不相信。啊，我们父母老师都不在了，唯一能做到的，常常感念父母师长之恩。啊，实在不得已，将父母师长的遗像供在讲堂，念兹在兹。啊，就如同老师父母在面前一样，啊，听我做报告，看我学习。我们能有一点成就，能把自己的心性传递给下一代。啊，下一代能不能接受？关系他自己修学的成败，他能接受，他会受感动，他就会有很好的成就。啊，成就超过老师，超过父母，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后来居上啊。啊，那个根本要厚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退转，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根本。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尽一点这点孝道，孝亲尊师，跟我们老师、父母比，比不上。啊，他们在世的时候是真正做到了，我们没做到。懂得之后，心向往之，但是父母师长不在了。啊，我这一生都过着流浪的生活。14岁离开父母，做流亡学生。啊，抗战胜利之后。遇到了解放战争，啊，我一个人到台湾，跟家里有母亲有弟弟，断绝信息36年，啊，常常想念。没有法子尽孝啊！80年代联系上了，知道还在，啊，非常安慰。啊，我们在海外，也只能每个月寄一点供养。帮助他们家庭生活，啊，跟母亲见面，离别36年，啊，母亲80岁，我在香港讲经，啊，离别之后第一次见面。啊，老师的教导也是无比的恩德。老师为我开课，没有收我学费，义务教学。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2个小时。啊，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才认识佛教。啊，原本有很严重错误观念，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宗教，碰都不想碰它。啊，没有想到老师告诉我，佛是哲学，特别介绍给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要想跟他学习，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老师善巧方便呐、啊！我细心观察他，他是不是真的学佛？啊，每一次进他的书房，桌上确实有佛经。
啊，他真学，真用功，我们比不上。啊，他对经典里面的句子，很长的一段经文，他都能背呀。那我还比不上啊。真下了功夫啊。所以，我们听他的话，在观其心，信心这才建立，啊，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样好东西，啊，有根有本，后面我们去想。从本去生干，从干生枝，从枝生叶。现在佛的这棵树是秃树啊，树叶花果通通没有啊。佛经上常讲的。正法救主啊，我们就有使命。这个使命感非常重，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佛教，是为苦难众生。众生真正能遇到了，会得度啊！得度，简单的说，他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我们的一生，可以说一生非常辛苦。啊，有没有乐趣呢？有乐趣。落在呢？落在佛法的熏陶，啊，这个是一般人见不到的。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所仰慕的孔颜之路，啊，孔子、颜回。物质生活都很差了。孔子是个平民，读书人，不从事于生产事业。他生活从哪来？教学，学生对老师一点供养。学生里面富有的不多，清寒的多，所以他的生活不富裕。颜回是最差的了。佛法讲啊，没有福报。啊，三餐饭都有困难了。夫子说他，但是飘逸，居陆相。啊，孔子可以说的，这样的生活，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啊，可是颜回过这种生活呢，也不改其路，他每天很快乐，没有看到他愁眉苦脸，就是
都落在道上。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生活虽然贫穷，精神生活丰富。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苦。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佛法，释迦牟尼佛。啊，他有富贵，他不想。啊，王位人家不要了，放弃了。宫廷里面那种丰盛的生活也不要了，去过苦行僧的生活。啊，经常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去过这种生活，过了一辈子。没有一天不快乐，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两句话形容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比空言生活高啊！啊，那个快乐高啊！啊，这是为世出世间的圣人啊，随父一个人。培育那么多的学生，啊，学生真学佛，啊，佛是最好的榜样，真学真干呐，啊，一代传一代，啊，形成了。影响全世界，影响往后1200年，神圣的教育，我们有缘的加入了这个团体。啊，加入这个团体，认真学习，对这个团体有贡献，这有功。如果是不认真学习，啊，违背释迦牟尼教诲，那叫造孽，那叫毁坏僧团。啊，经上讲得很清楚。果报都是地狱。两种人都多。啊，维系正法的人不少，毁坏僧团的人也不少。啊，这个当年在世就看到了。啊，当年在世出家。毁谤出家人，提婆达多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在家呢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人非常聪明啊。出家之后，他心里常常想着，他不比释迦牟尼佛差。如何把释迦牟尼佛拉下来，自己去做佛？啊，背思叛道啊！啊，他没做成功，生生下地狱，真的，那个罪太重了，地裂开了，他堕下去了。啊，虽然堕地狱，实际上他对于佛教
还是有贡献。啊，这个贡献呢，是反面的。啊，那完全看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受他的影响，反而提升了境界。啊，这就是好事。啊，但是他是用恶念恶行做的好事。啊，不是好人，他做的是坏事；好人呢，他做的是好事。所以，虽然堕无间地狱，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地狱里过的生活像逃离天一样。我们很难想象啊！啊，我们看过啊，前面第一个乔成如尊者，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啊，号称忍辱仙人。啊，遇到格利王，格利王是暴君，啊，就是乔成儒的前世，啊，格利王把他分尸，把他凌迟处死，啊，这是对谁？对一个快要成佛的菩萨了。啊，这样的狠毒啊，杀他，忍辱仙人，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真的反而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他这次来的考试，忍辱波罗蜜毕业了，圆满了。啊，圆满呢，提前成佛了。啊，他是用最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但是帮了是忍辱仙人的大忙，让忍辱仙人忍辱波罗蜜圆满。啊，所以当时忍辱仙人告诉他：“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度他，乔成如尊者。啊，所以你看，对什么人？啊，恶意对真正修行的人，自己是有果报、恶报，但是这个人能够忍辱。啊，你虽然在恶道，恶道里的还是享福。啊，不是跟其他的这个卧道人一样啊，受这些罪报没有？啊，果报不可思议啊！啊，要看人，要看事，要看因，要看果，要看缘。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可以说一句话，就断定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一点都不假了。格利王是好人，提婆达多做的是好事。啊，都能够令人看到了，听到了，开悟我。啊，成就自己，也成就了别人。
啊，恶意待人，伤害别人，别人没有恶意回报，啊，还感谢你，帮助他提升境界。作恶的人要是真正知道了，他心会生惭愧心呐，他会反省他自己的事情做错了。啊，这就是回头是岸。啊，所以佛为什么跟树结这些缘？啊，一生没离开树，为世间建立正法，就是树立正法，希望这个树能成林，久住世间。教化众生，它是表法的啊，所以有如是因缘，是故比丘啊，如佛所行，当树下坐，为头陀行也。第十一个呢，陆地坐，为比丘在树下坐。如诸办事，应付凉落，故生爱着。啊，忧虑于是啊，鱼漏舍人，鸟食物生，毒虫所扰，于是思维。陆地而走，随意快乐。啊，月光遍照，令心明丽，亦如空定。是故陆地坐为头陀恨。啊，这个在树下坐，打坐，直。铺一点生草，啊，找一点生草，垫在下面，啊，这个就是落地坐。对于这个树下的阴凉，不生贪爱。啊，没有污染，而且佛规定，树下只能坐一个晚上。这大树不错，每天都在这坐，就生了贪爱了。啊，所以规定是树下一宿。那第二天呢？第二天找别的树，不能在这个树底下。啊。决定不能让你生贪爱的心啊！佛弟子们人人都能遵守啊，在树林里面住，每一天在树下不同的树下。都是帮助你提升境界，断烦恼消业障。第十二呢，但作不悟，为比丘思维一种，作为第一，摄意消化。气息调和，可以入道啊！若懈怠睡眠，诸烦恼贼常思其变；若行若立，心动难舍。是故比丘啊，常当安坐，懈不知息，
为偷偷恨也。啊，所以佛的相，我们看到的多半都是坐相。啊，佛有没有卧相？有。有没有站的相？有。啊，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石窟里头有卧佛。啊，卧佛是什么时候呢？佛入般涅盘，啊，是右胁而卧走的，啊，以坐的相最多，啊，这都是表法的意思啊。石窟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啊，他的石窟保存得好。2600年没有被破坏，啊，保存那么完整，让我们看到肃然起敬。啊，随修复要年少。啊，少年养成这个习惯很容易，中年出家就很困难，没有受过这个基础的训练，啊，从小没有把筋骨啊锻炼的柔软，啊，常坐就受不了。啊，那么现在修学，有些人发心出家，我遇到了，我就劝他不要出家。啊，出家反而不容易修行，为什么呢？寺院庵堂有规矩，你必须要遵守。你要不遵守，做你自己的，别人就把你赶走了，你就会生烦恼。啊，这是什么？时代不一样的。啊，为什么印光大师不给人剃度？这个道理很深。啊，印度最担心的是你不能如法，修得不如法了。修得不如法，将来堕三途，就剃一个送一个到三途，不忍心这么做法。啊，非常有道理。啊，人家来找我剃度，我敢保证他。一生修学能入法吗？不起贪嗔痴慢，不造罪业，不能保证的。啊，自己又没有道场，也没有僧团。啊，一个人不管怎么修，什么果报自己承受，不牵累别人。啊，剃度，那你得要负责任。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说到这个地方，在前天7号，我收到一个文件，啊，是澳洲的。有一个心灵法门，听说很流行，我不知道。啊，他是这个
澳洲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灵法门我不知道。澳洲有个华人团体，澳洲华人佛教协会。我在澳洲的时候跟他们见过面，但是这个团体不知道，我跟他们也不常常往来。离开澳洲也久了，他们曾经办过一次西藏之旅，邀请我没有参加，有这么一个活动，但是那一次呢，我帮助他们呢，送他们这些盲人的医疗器材，治白内障的。我记得我好像捐助60多万澳币，这在国内做过这个事情，都忘掉了。这一个是心灵法门，我不知道。他说是我支持的，没有这回事情，我完全不晓得。我跟他们见过一两次面，他说他有拿到我的照片，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这个出家人，人家来了要跟我照一张照片，能拒绝他吗？所以照片不能算数，尤其是现在照片在网络上都能找到。做一个假照片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是难事。所以诸位不要看到照片，不要看到我给他提几个字、送几个字，我们就有很深的关系了。没有，根本不认识。我给他照过的忘掉了，送他几个字也忘掉了，干干净净。如果拿着这个，说是我支持他怎么样？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诸位如果遇到这些事情，打电话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来印证。这个地方就跟你讲了，我们跟这个有没有往来？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就完全知道了。那么现在这些事情，我相信很多，比从前更多。早年宗教局长叶孝文到香港来访问，他就找我。我到旅馆陪他早餐，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国内也有很多人假冒你的名义在干坏事，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他说这没关系，我们晓得，我们来处理。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国内的事情，国内宗教部门去管。比如前几天我听说，也是在国内，居士剃度，没有法师，居士给居士剃度，拉着我的名义，你说冤不冤枉啊？这人我真的不认识，也可能到香港来访问见了一次面。
啊，这个是破坏佛教形象啊！这个做法了，是堕阿鼻地狱，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啊，这桩事情，国内这个佛协宗教局一定要干预。啊，这个对国家有伤害，对人民有伤害。啊，将来出家，真的出家，假的出家，就分不出来了。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所以他们来问我，啊，要我，好像，来说几句话是。我说没有必要。这时我要说话的时候，这是我干涉中国的这个佛教，我不干涉他，这是他们的事情。啊，这是佛协的事情，是宗教局的事情，这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没有住在国内，啊，所以我什么话不说。这说到这里，顺便提起来，啊，这不如法。哎，这些居士们呢，不要逞一时这高兴，造下地狱的罪业，这个不值得。啊，还有你们去参加剃度的，你们这被他剃度啊，将来都送进阿鼻地狱。啊，不是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收你。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是至诚心。为什么？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的体就是至诚心。啊，至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用这样的心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无论出家不出家，决定生净土。啊，那么你发心出家，啊，献个比丘像，为什么？是不是为招摇撞骗呢？啊，骗取信徒的财物啊！如果不是撞摇招摇撞骗的话，你剃头干什么？啊，古人剃头真的是找高僧大德，是求道的。啊，现在居然不需要法师，居士跟自己去。居士就可以剃度，这成什么话？啊，闻所未闻！啊，所以希望真正佛门弟子要依照经教，啊，不能不读经，不读经你就是迷信。啊，经教上一定要下功夫。印光大师说得好。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基础。离开经教，你是盲修瞎练，啊，你不会成就。啊，经宗不例外，净土有五经一论。啊，至少要一执一种。啊，一生不能改变。你才会有成就。那么这个十二种呢，都称之为头陀，就是苦行。啊，古时候出家人都养成习惯，啊，所以这个生活他们过得很自在。
头陀恨，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所以家是年老，年岁大了，不时头陀，他还是每一天照做。佛明其衰，劝民休息。年岁大了，佛劝他，你不必修头陀恨。不要修这个苦行，多多着重身体，家事头陀如故。他一生没有改，所以释迦佛赞叹他，深赞云：“有头陀恨，莫发久住啊！故云头陀第一。”世尊最后的一教，佛灭度之后，阿难问：“佛在，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了，我们以谁为老师？”佛教大家，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能持戒，能持苦，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这才能成就啊！能持戒，能持苦。你才能真正断烦恼、消业障啊！不能持戒、不能吃苦的，自自然然会升起我慢，会升起。情执，这两样东西是罪的根本。一切罪孽根就是情执跟傲慢。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孝亲跟尊师。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对于恶法的根防范的很严。佛自己做到了。持戒苦行自己做到了。做出榜样给后人看。底下这一段是由因身行者尤其应该深深去醒悟。大家是尊者，就是传佛心印的禅宗初祖。禅在相法时期非常盛行，相法正好在中国1000年了。大摩祖师在印度是第28代，他到中国来了，成为中国的初祖。在印度的初祖
是大家是尊者。下面把经文里头的证据说出来。大梵天王问佛觉义经第三卷有这一段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给大家时啊，成为禅宗初祖啊，梵王智灵山大梵天王啊，到灵鹫山以金色波多罗花现佛啊，这一流花供养佛，舍身为座。啊，大梵天王啊，把腰弓在地下，让佛坐在他背上。啊，这是最恭敬的供养啊！请佛为众生说法。师尊登座，拈花示众，啊，就是大梵天王供养的波多罗花，啊，拿着这花，啊，给大家看，拿在手上，啊，人天百万，悉皆往簇啊，大家不晓得佛的意思，啊。佛这个花给大家看，在手上摇一摇，啊，什么意思？没人懂。这个时候，独有金色头陀，金色头陀就是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的看到佛莲花，他笑了，啊，懂得佛的意思。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色相无相啊，微妙法门，复诸摩诃迦叶。”这话就给摩诃迦叶啊，这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出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佛传法。给大家是尊者啊，传的是一心印心，心心相印的 啊此皆世传之拈花公案啊，世尊传心于迦叶，为禅宗初祖。那迦叶呢，再传给阿难，阿难是二祖。啊，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啊，宗门是讲一心印心，没有文字，也没有言语。啊，这个法门。只有上上根人有份啊，上中下都没份啊。那么大摩到中国来，也就传一个慧可，慧可传僧璨，都是一个传一个，传到慧能，慧能传了43个人。啊，以后不传衣钵了，只传法，不传衣钵。啊，慧能的确是很特殊。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么深，慧能大师以后，世世代代都没办法超过他。啊，只能传两三个人而已。
啊，甚至于一生一个传人都没有。啊，这种情形都很常见。那么他列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表禅净不二。啊，这个经是讲净土的，由大家设在做。他表禅宗的。啊，禅净不二。第五位尊者呢？阿难，啊，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啊，等后面还有很多都不说了，都省略掉了，啊，阿难是齐教的宗师，啊，传佛的宗是迦叶。传佛的教是阿难，啊，教就是言语教学，啊，49年的教学，阿难成传了。唐宋这两种译本都作阿难陀。略称阿难，阿难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庆喜、欢喜，啊，有无染的意思，啊，他是白梵王之子，佛之堂弟，啊，释迦牟尼父亲是净梵王。啊，他四个兄弟，啊，每一个兄弟都生两个儿子，所以他们堂兄弟有八个人，生于佛成道之日，啊，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最小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堂兄弟八个人。啊，释迦是老大，世尊30岁成道，那就是阿难比世尊小30岁。啊，净饭王既闻太子成佛，又闻宫中旦辞，更增欢喜，乃曰：今日大节，是欢喜日，于来时言，是而当自为阿难。啊，这个阿难的名字，啊，是净饭王给他起的。啊，这一天正好，释迦实现成佛，消息传来，非常欢喜。啊，又碰到。白梵王生个儿子，啊，就用欢喜这个名字。说又尊者端正清洁，啊，阿难的相貌非常好。佛有32相，阿难有30相。啊，如好明镜。见其相者，闻其声者，睹其威仪者，莫不欢喜，故以为名。啊，确实，这个小孩从小到大，见他的人没有不欢喜的。啊，当然，这都是有来历的，大权实现的。啊，有尊者随佛入天宫龙宫，心无要住，故名无染。啊，阿难
20岁出家，释迦牟尼佛50岁，又10年做佛的侍者，哦，是，对，做佛的侍者。佛寿55岁的时候，阿难15岁，阿难15岁出家，又10年做佛的侍者，阿难25岁，佛到天宫为母亲说法，讲地藏经。到龙宫，接受大龙菩萨的礼请，佛都带着阿难去了。阿难对于龙宫、天宫没有丝毫贪念，所以称他无染。佛寿55岁。阿难出家，释佛25年，佛所宣说，现能一持，不忘一字。阿难的记忆力非常好，一遍听了之后是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以后集结经藏，大家推选他来佛讲。佛讲，我们知道，不一定是把释迦牟尼佛的话完全重复讲一遍，那个时间太长了。集结经藏的时间没那么长。那我们就晓得了，阿难佛讲的是世尊所说的提纲，重要的这些纲领，琐碎的话就不提了。但是句句字字是佛说的，阿难没有增减一个字，可以省略。不能增加，终于集结经藏，《涅盘经》说：“阿难多闻思，就是他是多闻第一，十大弟子多闻第一。”又加设赞曰：“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故曰多闻第一。等者为已。”这是无量寿经，在中国、日本、韩国，所有学无量寿经的人都用康僧开的本。康僧铠是三国时代魏国人，曹魏，所以称为魏译。魏译这个上手一共是31个人，现在只用了5个，经汇本呢，经列举其中上手5人之名，故曰。阿难等一概其余。这5个人在这一部经上作为表法非常明显。而且表法的意趣具足。所以其他的可以省略了。
底下是二为上首，啊，上首精诚，首座为上首，啊，丛林里面有一个职位叫首座和尚，啊，丛林是中国人创办。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是私塾的方式，没有组织。啊，跟孔子教学一样。啊，但是丛林呢，是正规学校方式来教学。啊，所以这是佛教里面的一次大的革命性的行为，啊，把私塾教学的方式变成学校了，啊，那就是佛教大学，啊，丛林的主席，啊，和尚就是校长，啊，方丈住持是校长，首座和尚是教务长。啊，管教学的，维诺呢是管秩序的，啊，现在成为训导长，啊，那就是维诺，管总务的呢，佛门称之为建院当家师，啊，现在学校里的总务长，啊，这个职责呢完全相同，只是称呼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在唐朝时候，这是百丈，马祖，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跟百丈是师兄弟，是第八代，啊，就是慧能的徒孙，啊，他们两个人兴起的，啊，兴起有原因，看到这个佛门教学。修行人松懈，啊，学的人有，真正用功修行的人不多了，所以啊，要把它制度化。制度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依众靠众，啊，就是集体在一起修行，互相监督，你就不能偷懒了。啊，这个意思很好。这是中国佛教的形式，啊，丛林。过去，方老师给我讲过好几次，佛教要复兴，必须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不恢复丛林制度，佛教没有复兴的希望。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回归教育。啊，百丈清规，诸位细细看看，那是个非常完整大学的构想。啊，在那个时候真正做到了。啊，很好的制度。啊，那么这些资料都在大藏经里头保存很完整。啊，今天要办佛教大学，一定要以这个为底本。啊，章程制度要以这个为本，
再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需要再加以修订就可以了。这有根啊，有根有本啊。啊，自己要想建立一个就有问题。是个大学，人家也承认你，里面培养不出真正修行开悟的人。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各经上首人数不同，啊，每部经译经人列上首人数不一样。列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跟鸠摩罗什是同一个梵文原本啊，翻译不一样。与大比丘1250人列舍利弗、目犍连、大迦舍、阿耨罗陀等四人为上首啊，玄奘大师翻的。经经呢，在乔成儒等5个人为上首，是乃一切大圣神通已达的这大尊者中的上首啊，上首里头最尊贵的啊，最为人尊敬称赞的叫大上首。按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这个句子本为菩萨忐忑啊，这个句子不单在这个经上有，其他大乘经上也有，密集金刚力士经云，于大比丘中42000句，菩萨84000，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啊，这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了，密集金刚经上有，金持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正表此等常随身中啊，本发生大事，引本现起，或者是他方身中，诸佛弘化为影响中，这里头含的意思很深。啊，因为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呢，通常在一切经是赞叹菩萨的，而且菩萨里头有德行，为一切菩萨所尊重的才称为大圣。经上讲菩萨摩诃萨啊，用这个标准说呢，这个大圣呢是地上菩萨啊，初地以上的三贤只称菩萨，称圣人不称大圣啊，初地以上到等觉这11地称之为大圣啊，大乘教里头通称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比丘众啊，用大圣来赞叹他们，他们这些证阿罗汉的人，
阿难尊者是出国，也在大圣之力啊，这不可思议啊！所以说，这些常随身中，那就是1255人。本法身大士认真说，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法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呐。隐本垂起，他把他的本来面目藏起来。示现为阿罗汉，示现为比丘，来什么？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不是真的阿罗汉，也不是真的比丘，他们全是大菩萨。或者呢，他方甚众，别的世界里面。佛菩萨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示现成佛，他们来帮助。示现为声闻，示现为弟子，帮助佛教化众生，助佛弘化，来做影响众。佛讲经教学，他们来做榜样。你看佛所说的，他们都做到了。那一切大圣，这是指其本地，本是究竟菩提之人。那究竟菩提的等觉以上，等觉妙觉了，这是究竟菩提。神通一大者，是全集游戏神通来此土库啊！是世尊唱这台戏，他唱主角，这些人来唱配角。台上是有分别。有高下分别，在幕后可能配角是主角的老师，老师来唱配角，这就叫做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对于这些人，决定不能小看。他们真的是大权实现就神通一大，故知所列的声闻中，皆是大权实现，助我世尊开显净土法门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真实面目。让我们了解佛法里的平等。佛法教化众生一个目的，无论什么身份，哪一个人来当主都好，人人可以做主，人人可以做伴，主伴圆融。决定没有争执的。没有说抢着，没佛法里头没有这，那是世间人才有，佛法里头怎么可能有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一切诸佛都可以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建立？有一个就行了嘛，何必还再找麻烦？我这边学不成的学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去。
啊，弥陀所教的就是我教的，所以一切佛呢，都用的是平等心的，没有高下了。啊，称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是戒因，十方一切众生的。把阿弥陀佛提得特别高，让大家对阿弥陀佛升起恭敬心，认真跟他学习，用意在此地。啊，佛跟佛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呀，啊，通通都是为众生想。根本就没有替自己想的，这个种理跟事，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我们在一起还争名逐利，这个与佛法180度的相违背，哪来的名利呀？万法皆空，名利在什么地方？这一定要知道，你才真正能达到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真心，清净平等就是佛菩萨的心，法身菩萨。啊，有丝毫不清净，十八土去不了。啊，清净平等就是十八土的菩萨。啊，你还有污染，你还有不平。你还有迷惑。怀疑就是迷惑。啊，有丝毫的迷惑，见不了性啊！啊，见不了性，最高在四圣法界，也就是你说你出不了十法界。啊，你能够出离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所以声闻缘觉，全叫菩萨。三乘呢，出不了十法界，必须把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才离开十法界，升到十宝庄严土，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受其害，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往生就是究竟圆满。啊，虽然讲待业往生，总是希望自己待的业越少越好。往生越有把握，品位提升了。啊，极乐世界实在讲的，老师是最大的恩人，大恩大德，到哪里去找这个大恩德的人？他以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无界参访诸佛刹土成就的48愿，来加持你，让你升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如果要感恩，能不听话吗？
这经教上所讲的，我不认真修学吗？不认真修学，不知道弥陀恩德，不认真修学，就对不起阿弥陀佛。啊，那个临终忏悔往生的，是一生没有机会闻到这个法门，没有机会读到这个经典，那另当别论。啊，临终能够忏悔发愿往生，经上讲了，不是凡人。他们那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在临终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无量诸佛加持他，让他一下醒悟过来，他就接受，他就发现，他就肯念，这才能讲得通啊！啊，我们在生前能够遇到，能够听到。大幸啊，啊，太幸运了啊！这哪里是凡人呢？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是故。是指所列之声闻中，皆是大权实现，啊，诸佛教化的。后面做了个总结：众上无甚，啊，前面这五位尊者了本己，为了知。其久远之本际，故首列之。本际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生不灭，所以用久远的本际。啊，他列在手。同时代表世尊示现教学啊，最初跟无比丘讲四谛法，他听了证阿罗汉果啊，是第一个证果的弟子啊。代表啊，第一弟子，表弥陀之佛指啊，生子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指，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之深广无涯，这里说了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到后面经文会细讲。啊，第一个佛智就是一切种智，啊，谓之佛智。这五种智。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人人都有啊，个个不无啊。现在为什么不现呢？并没有丢掉，是迷了啊，迷失了，迷了自性。原因在此地啊，怎么迷的呢？
起心动念就迷了。分别迷得更深了，执着那就没迷得极深了，啊，太深了。这三大类的烦恼，把我们的心得障碍住了，啊，所以早年我向张家大师请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叫我们很快契入佛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开始，我们对看了半个多小时，啊，他一句话不说。十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看着我？我年轻，心浮气躁。啊，问得好，讲没用。你听了耳边风。啊，一定要等你把心浮气躁这个心态放下了。有几分沉静心出来了，才跟你讲。啊，印祖师的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对老师没有沉静心，老师跟你讲再多，不得利益。我们才知道这么重要啊。你得多少不是老师教多少啊，你能领悟多少啊，老师点一点你全悟了，那是什么呢？六祖慧能。什么道理啊？真诚到基础。啊，我们真诚到基础也行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真诚啊，所以老师等我们有几分沉浸心，你才得几分利益，才跟你说，不是一问马上就答复啊。等了半个多小时，说一个字有啊，我们的精神提起来，有，赶快竖起耳朵来听了，这又不行了。你看，受不了，受个油子，你看你就又顶不住了，啊，就等了六七分钟，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接受这样的教学方法，啊，每一次一两个小时，说话没几句，都在定中。那个氛围真好，磁场太好了啊，在那个磁场真的是高等的享受啊。方老师说学佛是最高的享受啊，在那个磁场里才叫真叫最高的享受啊。教给我看破放下，你看就这么简单。看破智慧呀，放下是定功啊！啊，放下执着，一切法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你就得正觉了啊，正觉阿罗汉，你能放下分别，你就证菩萨果位了，正等正觉啊。你能放下无明，
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经上常说，我们为什么不肯放下呢？放下就是了。佛法不难呐，慧能大师能在一句话上放下，他就成佛了。他是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这叫顿舍、顿修。顿悟顿证没有时间时差在里头，没有这叫上上根人上根人都做不到上根人一般说大概总得3年五载，他放下了。这都不错的。10年、20年放下的，30年、40年放下的，都有啊。这个五灯会员里头有，景德传灯录里头也有。所以这个禅了不起，在中国这1000多年，从大摩祖师来这1000多年，大彻大悟的人，从无灯会员传灯录里面的记载，大概有3000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代没了。黄念老告诉我，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告诉我，在上一代还有得禅定的，没有开悟。虚云老和尚的禅定没有到初禅，他要得到初禅呢，他就升色界天去了。虚云老和尚是升斗率天，还好那一面算是有成就了。弥勒菩萨道场。这叫修弥勒净土。这个时代没听说了。所以念老告诉我，他学密，他是金刚上师，密里头不能成就的，禅里头不能成就的，唯一能成就的就是念佛。往生净土，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他自己为我们实现。这一部大经解完成之后，他的任务了了，自己念佛求生净土，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为我们做实现，为我们做证明。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